大家好，我是绿眼镜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，也可以加入会员，成为木叶忍者村的一员。可以在未来非常多的游戏直播、杂谈直播、影片首播，抓各种不同的贴图，以及能够决定未来影片要拍什么。想要成为木叶忍者村的一员，就加入吧。OK， 又来到我们神奇宝贝嘎奥内大师之路又来了。OK， 今天哦佛系打，每天呢我其实每天都会打个100块左右三场，然后、啊、之前有打到这个叫谁啊？雷公，我打到雷公，然后还有打到比较强的嘛，那个快龙哦，贝利进化快龙。哦啊，那个上一部这一只是黑喷哦，我们都叫黑喷啊，我讲错，讲成。那个喷火龙 Y 是喷火龙 X， 我后面有补回来是喷火龙 X。加速冲跳，宝可梦盾加速冲跳。好了，来了。游戏开始。拍一场什么都没有的会很尴尬，每一次拍都是直接对战突破，直接来。奇迹倒计机会，直接来，每次拍都是直接来。太好了，选择不错的宝可梦。皮卡丘，好喜欢哦。哎、欸，我没有这一只，我今天好啊，打谁啊？打过他了，我是没有他，没有这一只，毕竟也是小智的嘛，小智的，白嫖一个，哎、欸，皮卡丘、欸，哎，可以可以，还行，这样我就有这个标题了，皮卡丘终于来了，真心症出发，标题有了，标题有了。嗯，上一次讲说那个喷火龙是因为那个、哦、我们真心症嘛，怎么会一开始就有喷火龙 X 跟 Y 呢？我们是新人的。就去宝可梦吧。三百。干。哎、欸，我都可以打到300的哦。是小号程度。哇哇。啊。嗯。OK。带回家。出现了，去对战，来吧，派出你的宝可梦，设置岗位，来了，各位，你们的王牌角色，哎，哎，王牌，哎，贴近吧，贴近那个啊，哎，按下按钮决定，吓到我了，喷火龙，上吧，啊，另外一只要用。怎么设计岗位卡夹飞行啊、哦！好啦，一样，另外一只喷火龙。这个机台不行哎、欸！为什么啊？你是常玩这家？是啊。你要不要？雷公。我把它租借了啦。好帅哦，那个头发是现在最新的这种油头。头与肖肖鹏，你有精灵宝可梦卷，就把它秘密抽上。要用吗？好，用一下。哎，他不能这样吧？奇迹道具奖励，他不给我双喷同时上场。对战开始，连打按钮。口语消，我方的攻击，攻击轮盘，瞄准攻击地形，别打脸，太招，不太痛哎。对手的攻击，防御轮盘，观念，这个我最会了。差点落赛，还好。会按，会按，直接让对面失误。会按。我方的攻击，超级进化机会，抓准时机，按下按钮。Thank you.
同偶熊，搞笑哦。远方的攻击，攻击轮盘，瞄准攻击地上，同偶熊。搞笑，同偶熊。啊！哇，这支影片能上？可以啦。好烂，这个就不会输了。效果拔群，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好糟哦！我们是要展现那种不放弃的精神呀。哎，攻击轮胜两，哎呦，打到！我是为了让下面那个可以多一点，应该是没有按好，下面是多一点。又失误，你看再多打一下。哎，有没有下面多打，直接快要六百。好糟哦，喷火龙还没死，哇哇，新台币1800，这一支价格市价1800，哎，今天这一片出来都掉价了。狙击狙击狙击，同偶同偶同偶，哎，他跟同偶啊。你看，同偶熊可以挡住你歪喷几次，不买了。还有一组啊！你以为？叫起来！为什么是你叫？因为他是 MVP 啊！发出呼喊，叫出宝可梦吧！叫的不对。呜呜！翻倒。翻倒！哎呦！哇，三星！哎，还是有橘色速销，还是有，还是有。轮换对战，我一定要打到橘色速销，它毕竟是小只的神奇宝贝。可以再多用一个卡夹喽。回复卡机。对战开始，连打雨，侯宇潇是出来干嘛的？远方的攻击，攻击轮盘，瞄准攻击地形，糟！我要打到1000了，我是故意的，我要打到1000，我这一把要打到1000，这是教学，1000的教学，这样我应该派一些坦克上去。别长力气，被打倒了，火系比较痛啊，设置打奥利快拿，哎，这颗不行哎，真正的高手是猪界，你看准小火龙的时候按下去。嘿嘿嘿，我再试一下。按下按钮决定。有。连打按钮，宝可梦加油！不要把他们杀掉。攻击轮盘，瞄准霓虹攻击。哦，故意失误的，这样我才可以打到1000。我是故意失误的。哎，要给他打。给他打。这一次我是要示范一下，我看到这个跑到这个的时候按就会是这个。哎，你是那个 YouTuber 吗？是。哎，我昨天看过你的影片。是。我看到你昨天遇到什么？不是昨天。哎，就是本来是对，有一次遇到什么？对。
看你看，应该有看到弟弟吗？我现在没有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在拍影片？对啊对啊，没有怕你挡到，没关系，没挡到没事了。我靠！那皮卡丘是那个，我是雷丘，我有雷丘。不是有一只皮卡丘是用剑盾，大家等我拍完好不好？等我一下。哎呦，可以耶！哇，这滴滴 OK 哎，你这个，这些是日本的。哦，日本的哦，我有日本的啊。台湾。哇，专业专业，滴滴来专业。耶！我终于有它了，橘色。哇，我们影片还是每次想要的。橘色，还有皮卡丘带回家，终于。有没有？我们每一次呢，就是简单的拍，然后简单的带走一些。那目前我的战力已经厉害了，我们现在有草系，有橘色了，然后它叫什么？橘色速枭。然后呢，这个龙系有这个快龙。然后坦克呢，格斗系我们这个铁掌力士哦。然后雷系呢，有这个不是很凶的这个雷公哦。然后特别的厉害的有这个。雷丘跟另外一只喷火龙，还有我们的王牌，但是他一直表现不是很优秀，不是表现很优秀的喷火龙，好不好 ？X， 我们刚才跟这个滴滴哦换到了这个，他用你是吹塔换的对不对？吹塔他会换到这个皮卡丘，我用我多的一只雷公跟他换这个吹塔的皮卡丘特别版，所以我们今天真的皮卡丘带回家，好不好？这皮卡丘应该是50块吧，啊雷公100多块，不过不重要，我们那个对。小弟弟弟开心就好，我们做我们就是开心就好的，我也没有这张皮卡丘嘛，所以呢就是今天呢真的是拿到了皮卡丘橘色速枭，每次都看不清楚橘色速枭，然后跟弟弟换到了皮卡丘，好用雷公换到皮卡丘，好 OK 啦，喜欢这影片订阅这频道，那个小铃铛啊 OK 不不，今天这个12月5号第一弹出，总共有8只5星卡，2只是喷火龙 X 跟喷火龙 Y， 其他6只是神兽。那我们今天目标就是至少要打到一只这个五星卡，不打到不回家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至少打到一只五星卡为止，应该是不难啦、啊、我的卡也算不弱，我们上次也是靠观念把凤凰打掉了，上一集记得去看。